心。弟子叩蔡伦车子翻名字，以前人们把自己在楚先上尊崇书，这中书十分重，后来有人把自己在白虫上书，虽然轻了但很贵，吵到有个叫蔡伦的人见信造出一重有金有陈欠的材料给人们写字。蔡伦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不断的试验，转军校当了一个好办法。他半竖平刀草铺着瀑布，品在水里。老师再见，同学们再见。